哎，老师啊，所以 HSK 里多呀？我们到第十四课了，老师，第十四课我要你爸比1943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第十四课，题目是什么呢？保着地球，父母母亲，母婴母亲，母亲保护地球，母亲保护最高贵白马不？那高贵白马没的，地球母亲可怕米奇说的米坚果高贵白马没的。好，刚才那边拜拜哦。保护地球母亲。OK，好，第一是什么？干垃圾，垃圾，不是，连第一，垃圾啊，温亲，温温好，温度，温度，温度，好的，温度是哪一张图？温度，不见过对啊，温度，F，好的，第二十。地球地一。球 E，对喽，可把面积给我标上 E。好的，下一个第三十，垃圾，垃圾桶，垃圾桶对 C，的，垃圾桶，垃圾桶属于 C，垃圾桶属于卖崩我标上 A，A，垃圾桶 A。好的，下一个第四十，速度，速度速度说啥？刚才 speed 给我表达速度D。，D 对的，D 速度。好，第五属于污染，忽然，对的，污染属于念脑表的污染。忽然，B，B 对的，污染念的 B。好的，第六十。那些我不能读，塑料袋，塑料袋，塑料袋。对，塑料袋属于，好嘞，plastic 给我标上，塑料袋，好，哪一张图C，？C，对，plastic 的啾啾 A 的属于我来标的塑料袋，好的，来啊，属于，再靠那边拍几张啊，老师已经拍来没？温度，地球。垃圾桶、速度、污染、塑料袋，好，没得下班机吧？哦，乱，温度，温度，地球，垃圾桶，速度，虽污忽染，然，料，塑料袋，塑料袋。是的，来呀，所以记记没？请填写环境污染调查问卷，环境污染也调查问卷的四张高价格里有屁屁吧？哦呢，第一，读读看，你身边的你身边的环境污染情污况怎染么情样？况怎么样？你身边的环境污染情况怎么样？念白马不那的啊，把人环境污染念白马心里的，把文件念木心里呀，不露嘞的。好的，A、B、非常 C、严重 D，A 非常严，A 非重，常严非常重。严重。好的，B，sorry，第二读读看，你认你认为为你现在看到环环境污境染污的染的主要问题是哪有些？哪些？有哪些？好的，你认为现在环境污染的主要问题有哪些？你认为谁？你听了不呢？啊，古把文件你念呀的，地卡在哪里呀？巴黎来的。好，它后面括号，滚啊滚，每天把一它的可多选的，那古来就要嘛，不能那绵绵的越录呀的，那古东古越录呀吧的。好的，那。环境污染的主要问题有哪些？第一个七点八的嘞。空气污染、嗯哼，空气垃污染，圾、
垃圾污染，空气污染，垃圾污染，水污染，都带。OK， 第三，你认为是 D 是什么？嗯 ，C 干是什么？啊 ，D 是其他，其他，其他是啥？差多嘞。嗯，我的夏天呢也是一路压的。好的，来第三，读读看。你认为环境对你的生活的影响怎么样？你认为对？你认为我那年轻呢？我那那个环境对你的生活的影响怎么样？环境哪里对你的生活的你也不话不话，我那影响着就是落寞寞啊，不老实嘞的。好的，严重影响。好的，第四，你经常使用一次饭盒吗？你经常使用一次性饭盒吗？你经常使用着，别人懂得哪里？一次性饭盒的卡通他们不留懂得哪里？一次性说的卡通不呢？好，一次性饭盒的卡通他们不嘞。好的，还叫他经常使用吗？很少使用。嗯哼，很少使用，很少使用，这样非常好。OK， 那这卡通都做一丢留不留表嘞？一次性筷子。好，把维尼老师的卡通属于一次性的表妹。好，第五，如果在公共场所，你要把用过的饮料瓶，一次性饭盒，如果在公共场所，你要把用过的饮料瓶、一次性饭盒等扔掉，你那里你东北的啊，抽烟不管你就要看见了，卡通他们不就扔掉嘛？但却找不到垃圾桶，啊，麦当我啥么队伍骗你？你一般会怎么做？你还得不满手淫的不露露脸的。好，一般会怎么做呢？找到垃圾箱再扔。找到垃圾箱再扔。OK， 非常好，就是麦崩下比哟，麦崩下对比所的卡加马变马娃的。好，第六。你认为环境污染？环境污染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？你认为环境污染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？你认为不？你听那不？环境污染把文件念念的说啊个嘞，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？北疆因你个。屁事呀来的，可多选人家的娱乐呀吧来的。好的，人太多。人太多，路沿面路乱扔垃圾，知道了不？乱扔垃圾，乱扔垃圾，好的，可以了。买点小别的不？那乱扔垃圾的话，来，第一读读看，刚才那引发几把哦。李静要出差、王静和李静在聊天。李静要出差，李静啊，楼给三的可以多没？王静和李静在聊天，王静呢？李静呢？啊，路碰你家了不？喏，你帮你家吧，哎的。好，上次你拍几枚？第一是什么？出差，楼给三的可以多了，我不要嘞。出差，好的，第二十，毛巾，
毛巾啊，毛巾所以啊，那个大娃我不要啦，毛巾。好的，下一个。牙膏。牙膏。嗯，牙膏啊，牙膏所以多来些，多来些牙膏。嗯，多来些。好的，高数的时候你记没？你真记呢？学手机片的嘞没？老师慢慢录的那表表背没？高个哩，老师面呢说的高，很高，个子很高，说的哈哩，多阿婆要多嘞，看见都膨胀哩，变多嘞，你哪里阿哈哩吧？你个，六里边变多嘞，比比所以，哎呀，比比所以，阿妈月哩也没。我阿哥要过来，你在这讲么路？树林那多一样没？你把嘛偏么一了？喏，哪里有偏么一边呢？树林那一没？树横着高，横横高高所以多来些。就是阿拉没有讲喏，多来些了，帮咱们 peace， 帮咱们有些我说高了表没？要高哎，怕这个喏哎，你高阿拉 peace， 帮咱们写的还是高。阿讲么多来些，别在讲么路牙高嗯，然后是把那脚板底又把路讲了，阿拉没有领。这边的那几年嘛，我那哎叫做石膏，所不要拿的石膏啊，他那个手那个手断了，那骨头断了啊，需要打石膏，打石膏，我那石膏花了不六万里的不石膏。好的，下一个牙膏必断言第四是什么？重重重重啊，重嘴离了不要的重。好的，第五是。行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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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省钱，省钱，省钱，然后是把嘞阿公的大姐，所以省力，省力，省力 ，OK， 省力。嗯，第七是什么？污染，污染啊，污染，所以一年老表嘞，污染 ，OK， 可以了。来，课文里拍讲。嗯，大家一起读读看。这是明天，明天你出差要带的毛巾，要带的毛巾，牙膏和牙刷。他们看到山里，山子里，山子里吧，山子里吧，不用拿，不用拿这些。宾馆都会免费供的。再说，山子够重的了，够重的够重的了。你当然我当然知道，宾馆里有，你不是一直说要保护环境吗？就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吧。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吧。十点的飞机，没问题。我们明天下午十点的飞机，您能开车把我送到机场吗？咦，还是坐车去？路上下车，飞车啊？咦，还是坐地铁去吧？这样啊，不行，省油钱，而且还不会污染空气。好，那就听你的。嗯哼，这是。明天你出差要带的毛巾、牙膏和牙刷。大家的们那片，我说你出差，如果想的去多的卡家，我的要带的有多呀没？毛巾是，哎喽，你那都不话的，牙膏多来些的，牙刷多来点的吧的，把它们放到箱子里吧。哎呀，你哥，这咋的贴来没的？不用拿这些，他的邮件没路不？宾馆里。
宾馆都会免费提供的。待会儿你嘛，那个比妈妈的。再说箱子已经够重的了，还比我买手印那里的也都多过零零八比的。我当然知道宾馆里有宾馆嘛，细节说了，那地啊不好的。嗯哼，你不是一直说要保护环境吗？你要的乾隆标你啊，保护环境，保护环境的标你啊，莫不拉的。现在就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吧。呼，顾别啊，给啥子地摸摸你脸，啥比如留来家养你的。行，没问题 ，OK， 亚宝来的。我明天上午10点的飞机，俺们那片门的塞那一零一那吧的。我明天上午10点的飞机。你能开车把我送到机场吗？你能开车？你那干毛比罗的啊？那我你这个不比罗亚姆拉的。那个时间路上堵车多严重啊！啊，你前所云的蓝马嘎不老接来的嘞的。你还是坐地铁去机场吧。你那地铁西比罗你这个多把肉挂的，这样不仅省油钱。啊，施工不，那施工得大用咱们干，而且还不会污染空气。你如果嘞，明年年子把污嘞，好，那就听你的。但是呢，你就要被拿上来做媒嘞。好的，没问题。飞机吧没？啊，大家嘞，你们那片可以多嘞卡家人，再多没必须的吧，刘表妹。这是免费提供的，你阿的形容没？保护环境，保护环境，所以不用你阿莫不拉的。你不是一直说要保护环境吗？不是一直说要保护环境吗？顾了顾不呀？给啥？都得摸摸你的呀？你啥？比如你的。现在就啊，您那秒车 CP 多大？你这个多来吧？你还是坐地铁，还是坐地铁去机场吧。你还是坐地铁去机场吧。啊，咋说人呢 ？C 波不呢 ？C 波得答应咱们干？啊，把文件你木了，没批包，没批着屋里的。这样这样不仅省油钱，而且还不会污染空气。OK， 来，我们来听一下拿上去讲。课文一，李进要出差，王静和李进在聊天。李进要出差，王静和李进在聊天。这是明天你出差要带的毛巾、牙膏和牙刷，把它们放到箱子里吧。不用拿这些，宾馆都会免费提供的。再说箱子已经够重的了。我当然知道宾馆里有，你不是一直说要保护环境吗？现在就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吧。行，没问题。我明天上午10点的飞机，你能开车把我送到机场吗？那个时间路上堵车多严重啊。你还是坐地铁去机场吧，这样不仅省油钱，
而且还不会污染空气。好，那就听你的。嗯哼。课文。好的，来，我们读读看，派吉吉啊。来，李希慧和爱卿读一下吧。李希慧开始。这是明天你出差要带的毛巾、牙膏和牙刷，把它们放到箱子里吧。不用，那这些宾馆都会免费提供的。再说，箱子已经过重的了。够重的了。我当然知道宾馆里有，你不是一直说要保护环境吗？现在就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吧。行，没问题，我明天上午十点的飞机，你能开车把我送到机场吗？那个时候路上堵车多严重啊，你还是坐地铁去机场吧。这样不仅省油钱，而且还不会污染空气。好，那就听你的。嗯，好的，好，那就听你的。OK， 来，张学先和双双读一下吧。双双开始。是明天你出差要带个毛巾、牙膏和牙刷，把它们放到箱子里吧。不用拿这些，宾馆都会免费提供的。再说，箱子已经够重的了。我当然知道宾馆里有，你不是一直说要保护环境吗？现在就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吧。行，没问题。我明天上午十点的飞机。你能开车把我送到机场吗？那个时间路上堵车多严重啊，你还是坐地铁去机场吧。这样不仅省油钱，而且还不会污染空气。好，那就听你的。嗯，好的，可以。来，第一读读看。李静开始为什么带毛巾、牙膏和牙刷，后来为什么又带了？李静开始为什么不想带毛巾、牙膏和牙刷？好，先回答一下这个。开始为什么不想带呢？因为宾馆都会免费提供的。因为宾馆都会免费提供。后来为什么又带了？后来要保护环境。说的。对，后来还要保护环境，又带了。嗯哼。好，下一个，第二。王静建议坐地铁去机场。好，为什么建议李静坐地铁去机场呢？坐地铁去机场不仅省油钱，而且不会污染空气。嗯，对，坐地铁不仅可以省油钱，还不会污染空气。好的，第三。李静明天给李静准备好了什么？好，李静明天
出差，李静俺们那边出差吗？王静给李静准备好了什么？好，准备好了什么呢？准备好了带身子。嗯，准备好了毛巾、牙膏和牙刷。好的，第四。明天李静怎么去机场？为什么？嗯，明天李静怎么去机场？我那片李静啊，轮流机场我多嘛嘞？为什么？巴比罗路多啦嘞？好的，明天李静怎么去机场呢？李静坐地铁去机场。嗯，对，明天。坐地铁去机场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时候路上寒堵车，多严重啊！有多么严啊？很多严重。嗯，因为那个时候路上堵车很严重，有没有记吧？因为那个时候堵车很严重。对的，路上堵车很严重。OK， 保护环境应该怎么做？嗯，保护环境应该怎么做？应该怎么做呢？从身边的小事开始做，开始做。嗯，保护环境应该从身边的小事开始做。好的，可以了。课文二六段没？题目你拍几把哦？经理和服务员在谈工作。经理和服务员在谈工作。manager 呢？为啥那个在谈工作？哎 ，location 呢？不得比哦，孙女你家哎的。好，第八是什么？卫生间，应答我表达卫生间。好，第九十，脏，你不答我表达。好，第十是，抱歉，sorry 吧的，就是对不起的意思。对不起，闹得没有表情的，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抱歉。好，第十一是，空，所以不啦，路标啦，空的。OK， 下一个是盒子，所以不标啦，盒子啊，把不问你老师说盒子路标没？好，那所以第八种三股不所以纸盒，三股所的纸类呢？纸盒三股不，他们不准哟。饭盒，OK， 不表达。来下一个，第十三十，扔，好，阿麦的扔别的声音，扔垃圾 ，OK， 然后是不扔别来的声音。扔盒子。好的，扔盒子。OK， 扔。第十四是姨所以阿鲁皮斯他不说他这样做姨表示感谢啊，接住的目接住的那老婆比较严重是严重的呗。好的，下一个是速度。好的，可以了。来呀，所以课文里拍照没？大家一起拍照。小王，这位人留下不好的印象，打扫一下，
经理，实在抱歉，实在抱歉，抱歉，省心啊，店里的太忙了。我还没来得及打扫，那这样的桌子下面还有一些，还有一些空饮料瓶子和纸盒子，好的，好的，我马上就去把它们扔掉，他们扔掉。以后，那以后你一定得注意这个问题，不管。小王，卫生间怎么那么脏呀？卫生间所以应当俺的把路老张你办呀来的啊，这会给客人留下不好的印象，这会给客人哎，这所以我们爱的里国人留下不好的印象啊，我们刚才不能 memory 欠他的里面的，快去打扫一下，快去打扫一下，是的，你免礼但心里弄了把欧呢，啊，看见，哎，拿了你半年，说 customer 说，嗯，你你不记着，哎，快去打扫一下吧。经理，实在抱歉，这个我，啊，实在抱歉，抱歉，是的，这个我，啊，把侬安哪来的不？那这个我张妈妈的，今天夜里太忙了，啊，所以店里太忙了，你那塞马的，人我露面的路的，我还没来得及打扫，啊，真恼的。还没来得及说，而且没有不能，但心里不得，而且没有不得。那张桌子下面还有一些空饮料瓶子和纸盒子。那张桌子下面，或是外公也傲嘛，还有一些空饮料瓶子，不是？空饮料瓶子。A 不，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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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，然后是和纸盒子，纸盒子所以是鼓鼓的呗。好的，我马上。就把它们扔掉，拿空气袋又弄不来没的。以后你一定得注意这个问题。那所以你里边的那屋可有啥也没的。不管客人多多，爱的你不老板喵喵，生意多忙，希望也不老板留守你，我们都要保证餐厅干净卫生。马路啊的餐厅我不能干净我，担心也没别。然后是卫生这么的你用了他也没的，经理您放心，谁恰巴的，我一定以最快的速度完成，我一定就应该低价报不能以最快的速度，最快的速度是说免责 speed 呢不能避免都没的，不过咱们真的应该再多招几个服务员了，多招聘招聘者下了，老看了，我说这个过呗，我那边为着工作要老特别哦，看一下了没？好的，可以了。来，老师没进门。嗯，哎，那要把老老张你办的呀？来来来。卫生间怎么那么脏啊？嗯，他说：“因那 customer 里有嘞，没讲呢啊，把老 memory 的背你里面。”然后爱的里不老会喵喵，喜欢的里也不老会露羞羞的。我如果你收到三页，但心目内加满意的你就目过，可有啥也没所以，阿妈感觉不也没所以。不管客人，不管客人多，客人多多，你多忙啊，我们都要保证，都要保证干净卫生，干净卫生。嗯哼，大妹妹的，我如。
老出来不能违章，你要老着，是不要看的那边吗？不过我们真的应该站在一个不远的服务员的。嗯，对的，服务员里的看不路啊，那边的。好的，来，我们听一次，拿上去讲。二，经理和服务员在谈工作。经理和服务员在谈工作。小王，卫生间怎么那么脏啊？这会给客人留下不好的印象，快去打扫一下。经理，实在抱歉，今天店里太忙了，我还没来得及打扫。那张桌子下面还有一些空饮料瓶子和纸盒子。好的，我马上就去把它们扔掉。以后一定得注意这个问题，不管客人多多，生意多忙，我们都要保证餐厅干净卫生。经理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以最快的速度完成。不过，咱们真的应该再多招聘几个服务员了。好的，可以了。来，老师啊，所以快去讲。嗯，啊，婷婷和爱情读一下吧。婷婷开始。小王，卫生间怎么那么脏啊？这会给客人留下不好的印象，快去打扫一下。经理，实在抱歉，今天店里太忙了，我还没来得及打扫。那张桌子下面还有一些空饮料瓶子和纸盒子。好的，我马上就去把它们扔掉。以后你一定得注意这个问题，不管客人多多，生意多忙，我们都要保证餐厅干净卫生。经理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以最快的速度完成。不过怎么将应该再多招聘几个服务员了。嗯哼，好的，来了，所以叶梦婷和李希慧读一下吧。李希慧开始。小王，卫生间怎么那么脏啊？这会给客人留下不好的印象，快去打扫一下。经理，实在抱歉，今天店里太忙了，我还没来得及打扫。嗯，还没来得及打扫。那张桌子上面还有一些空饮料瓶子和纸盒子。好的，我马上就要去把他们扔掉。以后你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，不管客人多多，生意多忙，我们都要保证餐厅干净卫生。经理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人尽快的。我一定以尽快的速度完成啊！不过咱们真的应该再多，招聘几个服务员了。嗯哼 ，OK， 好。回答问题的几家啊，第一读读看。经理，希望小王做什么？希望小王做什么？经理希望小王做什么？好，先回答一下。经理希望小王做什么？经理希望打扫卫生间，打扫卫生间干干净净的打扫卫生间。
干干净净的，不是啊，打扫的干干净净 ，LPM 啊，打扫卫生间就可以了。经理希望小王打扫卫生间。打扫卫生间，我说干干净净的打扫卫生间，就等等星星呢。卫生间有打扫的啊？谁？不要嘛，谁？来的话的事不？哎，不要看见对家哎，你为啥的问嘛？干干净净的打扫，干干净净的吃，等等星星呢？就不要啦。好，啊谁？打扫来了，担心多少钱的谁？打扫的干干净净了，不要嘛 ？OK， 好，就是都弄的那乱多了，看见对不？都没有一撇多。OK， 阿杰老师打扫卫生间。嗯、mm-hmm. 啊、小王不是服务员。嗯，小王不是服务员。哦，好点OK， 好的，那个服务员的名字叫小王。店里哪些地方需要打扫？好，店里的卫生间，桌子上，桌子上，桌子下面需要打扫，要打扫。打扫店里的卫生间，然后是桌子下面都需要打扫。好的，经理有什么要求？有什么要求？要小王打扫，打扫，打扫。经理要求的是，嗯，经理有什么要求？经理要把你当属他的嘞。小王打算怎么做？小王有 local dress 谁给他的？好的，有什么要求呢？好嘞，欢迎多多，要保证多多生意太忙。我们，我们要保证，都要干干净，餐厅和卫生间干净的卫生。嗯，干净和卫生，不管工作多多，生意多忙，我们都要保证餐厅干净卫生。小王打算怎么做？小王啊，面容你来那边秒露没水。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最快的速度完成任务。嗯哼，对的，小王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任务。好的，第三，卫生间，卫生间干净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嗯，卫生间干净吗？为什么？干净，这样不干净，因为服务员。那些客人很多，客人还来不及打扫，工作太忙，他没来得及打扫。嗯，他没来得及打扫，他来不及打扫，对吧？服务员工作很忙，来不及打扫。好的，可以了。第四，经理让服务员扔掉什么？扔掉什么？嗯，经理让服务员扔掉什么？好，扔掉什么呢？扔掉饮料瓶子和盒子。对的，这张龙标记没？经理让服务员。经理让服务员扔掉空饮料瓶子和纸盒子。嗯，空饮料瓶子和纸盒子。OK， 继续往后。第五，服务员怎么打扫餐厅？嗯哼，服务员怎么打扫餐厅啊？怎么打扫餐厅呢？以最快的速度打扫餐厅。打扫餐厅。对的，服务员以最快的速度打扫餐厅。好的，可以了。来，课文三六段没？题目来拍表吧。哦，孙悦和王静在聊关于环保的事情。环保的事情。嗯，环境的事情。
孙悦和文静在聊关于环保的事情。孙悦和文静啊，在聊聊你家的，表述你家的关于环保的事情。把文静听听，也给三点八的表啊，表述你家吧的。好，十六是什么？地球，地球。地球，地球属于个吧？年纪了表啦，地球。好，十七是。既然，既然。嗯啊，既然所以一路骗你比说嘛咯，差不多。既然你不舒服，就别去上课了。奶奶没得没得骗你比说嘛咯的，当做真奶奶咯不？既然你不想吃，就别吃了。你们啥节目说嘛咯？啥么奶奶咯的？既然，好的，第十八十，停。停啊，停所以噎到表嘞。OK， 第十九是得意，所以满带你了，我表嘞。杨哥今天阿雅比满带，很骄傲的意思。杨哥满那里接你了，所以得意。好的，第二十是目的。好，目的所以一月间目的。好的，下一个暖。啊，暖所以暖吹的，对不对？暖，好的，来，课文里拍几啊？好，大家一起读一下。早上听新闻说明天有一个叫地球小时的活动，这个活动了解吗？这个活动年年都有，最早是从2020年开始的。明天晚上，很多人都会关灯一小时，这个活动，你没看到的通知吗？我们公司也参加了，真的吗？既然明天晚上，公司会关灯十点，那么我们肯定不用。加班了，就是提醒人们节约用电，希望引起人们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，人们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。嗯哼，早上听新闻说，明天有一个叫地球一小时的活动。早上听新闻说，门那个我那里的人呢嘛，飘来的，门那片嘛的，地球一小时所的 activity 的，你对这个活动了解吗？你阿的 activity 有哪里来的？这个活动年年都有 activity 啊，你是是吧的？最早是从2007年开始的，哎，那所以说，我唱困了困的个，啥的哪的？明天晚上很多人都会关灯一小时，那片家家爷爷呢，留着着明明啊不呢，会关灯一小时，在哪一家米贝家支持这个活动 ，DVDU 超看阿贝的宝宝的，你没看到门口的通知吗？您呢，阿宝娃个张家老不对乌拉的，我们公司也参加，阿罗公尼亚那边爸妈的，真的吗？得给拉的。太好了，你讲哪波嘞？既然明天晚上公司会关灯停电，那片你要讲公们尼亚不呢？会关灯停电，就是米贝没烈士片没说嘛罗嘞？那我们肯定
不用加班了。但是因为我都得加班的，不用加班了，加班是没有我的。看你得意的样子，你啊的得意你的蹦上去啊的，还以为你高兴是为了支持环保，还以为所以我听你了，你啊我那保温镜听听呀嘛没路的啊，保温镜听听我偷看比较的啊，把侬偷看那种叫表现你也听你了的，原来是因为不用加班啊，原来那啥的多的是因为不用加班呀。我把人生讲露露为薄的环境保护，我们当然也支持了。哎，环境保护，那保温井听得哪个的啊？保温井听得有哪的？他看阿比亚薄的。对了，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活动啊？哎，不露皮露薄呢？这露没有 activity 啊，心里啊来的。其实目的挺简单的啊，这个老伯呢，目的挺简单的，约这个有些嘛的，就是提醒人们节约用电，啊，就是提醒人们，所以啊，路里伯呢提醒着，特别你啊，节约用电，没有去打比东啊没，希望引起人们对气候变暖的问题的关注，希望说没有那两个呢，啊，引起所以啊，把侬引起说。就是第三米子呀，不呢？人们对气候变暖问题的关注，气候变暖呢，别的哪也，别的哪不呢？关注，所以啊，把嘞，给有表米子进路吧，嘞，可怕一不努力，别说嘞，别的哪屋嘞，给有表米子进路嘞。好的，来，老师没记吧没？那个嘞，第三嘛表嘞，不呢？那片嘛嘞，地球一小时所嘞 ，activity 系列，所以。早上，这个好像五元脸都有，最早是从2007年开始的。你阿的阿爸阿妈给他的，不然你阿爸阿妈张家早我们追不来的。你没看到门口的通知吗？没看到门口的通知吗？你没看到门口的通知吗？现在公公你要问到没背的，没变的什么人？我说我把人时间老薄的。看到门口的人，明天都是要。人明天晚上公司会关大停电，那我们肯定不用加班了，不用加班了。不用加班了，我们肯定不用加班了。这个有去哪来的？你有可能你家也是没去打东水屋啊，对的，这里北京哪吧的。其实目的挺简单的，就是提醒人们节约用电，希望。希望人们节约用电。好的，来，老师拿上机器啊。课文三，孙悦和王静在聊关于环保的事情。孙悦和王静在聊关于环保的事情。早上听新闻说，明天有一个叫地球一小时的活动，你对这个活动了解吗？这个活动年年都有，最早是从2007年开始的。明天晚上很多人都会关灯一小时支持这个活动。你没看到门口的通知吗？我们公司也参加。真的吗？太好了。既然明天晚上公司会关灯停电，那么我们肯定不用加班了。
看你得意的样子，还以为你高兴是为了支持环保，原来是因为不用加班呢。环境保护我当然支持了。对了，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活动啊？其实目的挺简单的，就是提醒人们节约用电，希望引起人们对气候变暖问题的关注。嗯，好的。课文四。可以了，那我们今天先停在这儿吧，星期一再继续了。好，大家再见。老师再见。好，老师再见。好，再见。